在被号称是女神收割机，收割机宋慧乔、刘亦菲啊，唐嫣呐、啊，谁是您心目当中的女神？아니저는그세분다다여신이라고생각해요不行硬要选一个그래도최근에같이작품했던탕인이네选了唐嫣你选了唐嫣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到时候会把你说你觉得唐嫣是女神的这一段我们剪成这个 CD 寄给宋慧乔对寄给刘亦菲让他们多看几遍제이상형은음식을잘하는네그런여자예요会做菜的女神当然了吃货嘛